看。哎，我种了，我还有两瓶，还有以前煮下去吃下去的更多。高寒，我种了。另外，林淑芬也买到苏丹红咖喱粉，还已经吃下肚。上网查了被开发的金盏加广，居然发现和金盏加广登记在同一地址的有8家公司，同一负责人也有1家，总共9家却没人去查。其中专卖素食的初一十五，到现在还在卖麻辣粉。到昨天哦，都还可以上网去购买。那为什么我很生气？是因为这一家公司跟金湛加广都登记在同一个地址。吴秀梅喜欢那不查，食药署为什么不查？我看他们是马起啊，卡马起啊。痛批食药署脚麻了，因为金湛加广跟食药署说出口商是 Kevin 食品。不过林淑芬查到，真正出货的是中国的龙海同济，食药署也没人去查。他填的不载的是这个公司名称叫 Kevin Shipping，他们都知道这是一家船运公司，而且我查了以后发现，他真正的出口商，中国的出口商也是他们这一群人自己，他们就是觉得我就要下台了，所以我不做了吧，才会这样子摆烂吧，所以现在已经是死猪不怕滚水了。那如果像这样的署长还不下台的话，检调在进行了，那个也都有，他们都有一些，但是细节的部分，其实我们就有的我们就不知道。吴秀梅回应，目前已经交给检调调查。不过林淑芬说重话，认为署长应该下台，更呼吁食药署硬起来，为民众把关。民新闻做不到。